首届台美经济对话敲定，经济部次长陈政奇20号将率团前往美国。中共人大取消香港4位泛民派议员资格，民主派19位议员总辞表达抗议。川普团队在密西根州开告，控诉大选计票错误，甚至有超过10000张选票来自死人。台湾招募疫苗临床受试者，不到2小时，超过1000人登记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版间8点新闻。